个歹哦，啊，较无稍微拢饲袂起来咧。我讲啊，无试看嘛，哪会知啊？有吃过妈妈放的炒虾，然后那个很大只，很好吃。是因为好吃才要养。对。你得先去读一挂册。好。啊，无你连伊买的地理环境条件你都不知道的话，你这样的勇气很大。我要养炒虾，你敢会叫我讲养白虾就好？不用了，今麦讲我要龙虾。哇！养龙虾？不要吧。因为允真他有无限的热情对做这件事情。我希望他养的是最有失败的模式的，一定要先失败过，然后从当中你会发现哪里不一样。无，伊是我讲，即块规块拢烂土。是哦。到下骹伊才有刷。是啊。我甲你讲，人工你会较艰苦咧。我觉得就是一掌握到机会，然后就是抓住不放，然后而且努力打拼，这样子好像就好像会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呢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爸妈都不是很支持我哎。两杯啊！这边在，好，你唔捌？伊拢讲我两杯啊！你答辩捌？少，你唔捌？咱这六头已经拢我啦。少，你六头，你得要七头啊？我嘛六十六啊，两杯。你讲你哦，你用的什么两杯？